万立方米的存冰的启用呢，就标志着我们的冰雪建筑这个周期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那么我们所有冰雪大世界，我觉得包括我们哈尔滨的市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迎接我们海内外广大的游客来到我们重启的哈尔滨，来一起感受我们非常美丽非常壮观的城市的冰雪文化。